园胡叶汤，欢迎他们。我的天哪，这一组学员看他们手上拿的东西咱就明白了，都跟吃离不开关系。因为这几个学员在我的记忆，我们学员当中的干饭人。看，我们减肥的小九，他的大鸡腿向我们走来了。小九真的瘦下来了，而且他穿着的衣服是完全有那种巨星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没觉得。张家元今天穿着一身帅气的黑色，手里拿的竟然是一根葱。据说他在营里种了一颗葱，是那一颗吗？这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博远手里呢拿着什么鬼？他手里拿这是吴宇恒吗？吴宇恒是在拍杂志吗？也太帅了吧！啊，吴宇恒的这个，演的特别好奇，这个吴宇互交会是什么样？好的，创始人们，请把你们喜爱的学员们叫过来。来，咱们先那个打卡留念。大家在这里可以打开。来啊，第一种姿势准备好，三二一，来。第二种，换一种，换一种姿势。第二个姿势，三二一。第三种，三二一。OK。好的，学员们请过来签名。学员们，博远老师好久没见。好，我帮。接你的话，看人都很顺啊！你粉丝为你买的。来，大家签名，签完名之后呢，我们再来一张帅帅的合照。大家先签名，签完名之后，我们再一起来一张帅帅的合照，好吗？好。哇，我都好帅、啊。来合照，签名好好看。听我们的口令，准备好，准备，帅啊！三，很帅。二。一 ，OK， 好，再来一张，三，二，一，谢谢。现在各位学员，请移步到我们的钢琴互动区，你们可以自由分配一下自己啊，然后我们来有一个闯关任务。好，你们的闯关任务非常简单，其实也很难，你们要在请键上合作完。好吧，好吗？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 how I watch you are.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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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. 哇，好有默契啊！真的。好有默契，握手要话筒，好好听，谢谢，闯关成功。来，我们进入我们到的，进入我们的存档区。好，来，来，有请存档仪式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冒险存档区。学员们，请说你们的宣言。在我手里的就是我的创始人了，我每天要把它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博远。这里2021学员，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张家元。今天我带来的是大葱，然后大葱配大酱，总结哦。然后我发现咱们这一组都是和吃的相关的。是的，你看什么大骨头棒子呀、啊，对吧？大葱啊，辣椒啊，咱能炒拌菜了，咱好像可以。嗯，还有炒菜的工具。Yes， 挺好。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。因为辣椒是我在营里的生活必需品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干饭人什么都离不开。进入到冒险岛的采访问答环节，成团夜存档前，我们有一些问题给到你们。来，首先我想问啊，高清晨，胖胖的孩子吗？看起来已经瘦了很多了，有什么减肥的秘诀吗？应该吧，我四天没有轻。57是吗？吗不行，爸爸假的。哎，我们要求证一下，不然现场验证。这个鞋子太重，我们不相信，太重了。你要脱鞋吗？好的，来看一下。OK， 还试探一下。好，我们来15，那不是113公斤吗？不是，
113公斤。好，113.6。好，这是一个大型的社死现场，113.6，差不多56，那很厉害，看来是真的瘦了。瘦了。好，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张家园同学。那张家园，你听说今天晚上丹妮姐姐也会来到现场，张家园对丹妮姐姐来进行一下喊话吧。丹姐，然后我希望今天晚上就我不会给哇唧哇丢脸，然后呢就是这个节目就是差不多完事了，你看看那个能不能把第一期先给就是我们给剪掉，有点太那个就是有点那个。我估计不会觉得我自己进步了很多，所以说在看到那个自己的首秀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自己有一点这是谁，所以说就是希望丹姐今天看得开心啊。好，很帅的，很帅的。来，博远，哎，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家长的道歉和认可，你当时是什么心情？靠自己努力得到家长，你们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《百变星》？回去的时候，整个人感觉就有点那种头晕过去的感觉，很难受。能感受到。好，谢谢博远，我认同您的观点。好，那下一个同学，我们要问吴宇恒。吴宇恒有什么问题呢？之前也有尝试过酷酷的 rap 舞台，耶、oh, yeah, ，非常的精彩。我叫吴宇恒，我的总决赛舞台非常能啊，哎，什么？但我成团也不是没可能。然后最后祝你们心想事成，呀、yeah. wow. ！哇，什么呀？精彩！来，胡叶涛，听说你晚上的舞台很令人期待，能不能用一个动作来预告一些今天晚上的舞台呢？要帮你吗？再立个 flag 吧，算是。如果说我今天出道了的话，然后不成团了的话，然后我就把这个葱给吃了。好，那把它放在拿出来吗？到时候。好，我们帮你存档。这我觉得挺难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口令，准备进行存档仪式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啊！恭喜学员们存档完成，最后的棒棒存档已经完成了。各位学员已经进行了最强的能量补充和 buff 加持，把所有的能量都用在最后的总决赛上吧。我们总决赛，拜拜，总决赛见。接下来是由哪几个？